你原来是唯一一个不害怕我真实样子的人。靠我，你不怕我吗？现在你怕我？子期，我不怕你。你撒谎！喜欢就一定要说出口，还要在一起吗？这世上有多少人向另一个人付出了真心，但没有好结局？如果没有好结局，那就是徒增一段伤心，一段不幸罢了。为什么要开始？结局虽然很重要，但也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，能让两个互相都喜欢的人相遇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。就像有人已经把你领到了天堂门口，你推开门就已经能获得幸福了，但你却因为胆小退缩，那多可惜。你是不是喜欢妙妙？让你碰他的。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。他为什么会突然喜欢你？尽人事，听天命。该争取的时候就努力争取，至于结果如何，就只能向风许愿了。许愿？向风许愿的话，竹蜻蜓有可能再飞回我们身边。怎么哭成这样？我就是在问，竹蜻蜓明明修好了，为什么不给我？虽然很多事情都控制不了，但交一点给老天，说不定能给我们带回来一点惊喜呢。